先生，你慢点，准讲，讲了来警察给你无代志哦，我是要替我妈报仇的。阿婶，你看啊，这蔡振祥就是安尼啦，伊的性命就一夹起来，都拢对我安尼动脚动手啦，我真正袂动你啊啦！我要告伊家暴，而且我要告申请保护令，你一定要给伊关起来，无我真正叫我拍死啦！你放心，我们爹的，免我办理。卡巴奎，卡巴奎，蔡振祥，蔡振祥。你哪会那么激动啊？你把事情搞成这样，你要是要怎啊？这是杰西卡，这是竟然搞不好东西，这是他救不回啊！你这个家暴男啊，你是倒一蕊目睭看我弄死你妈妈？不过拄则的状况，警察先生是看甲真清楚，我绝对要甲你告到死啊！你想我是乖爹龙啊，来永远袂出来。警察先生，蔡志祥先生今仔才知影讲。开车弄死妈妈的人就是伊，所以伊的情绪是无法度控制，这是情有可原。所以我希望你写报告的时阵，把这点写入，让法官会当判断。谢文良，你是什么时阵开始讲话这么有条有理啊？你敢不是谢三岁？安怎？你意外对吧？讲起来，我也跟你说多声呢。若不是你给我杀落去，我咪袂晓你紧落去学堂。安怎？变矮个啊？讲袂出嘴啊？你莫了做讲你手做歹代志哦！你拢有迄个材料来压卡落来啊？警察先生，我咪当作证。我有看过这个凶手赛车。弄死蔡振祥因妈妈一段影片，而且我会爬落山崖，都是伊杀落去。你莫听后辈讲话哦，警察先生，这谢文良吼本身头壳都有一点仔问题啊，伊之前吼共告伤害，关入疗养院呢，你唔信会当去调阅病历资料出来看卖啊，就知影我讲的是咪真正。警察先生。就像前五百多只讲的，伊确实有看过迄条影片，而且影片是一个叫做庄美芳的人翕的。你若是有需要，会当趁伊来做证。你嘛帮帮忙，庄美芳跟谢文良两个拢是伫个疗养院出来笑的呢。啊，这两个笑的讲的话，哪会听哩？啊，警察先生都无闲事啊。阮爸即马拢已经恢复正常啊，到即马你我是要变解释？啊，哪安尼影片嘞？你利用吼指控讲我开车弄死人。啊，证据嘞？你把手给他手走呢？你一定是把证据毁掉了嘛？这马不才会改遐尔大声、啊？你那咧提袂出证据，可能想要出一支嘴，就想要定外罪哦？你真正足好笑的呢！你若阁继续安尼乌白讲哦，我就告你诽谤。你别讲遐多啊！没证据，我即马就给你处理掉。你这个家暴男，你若阁假笑，我就加告你一条恐吓啦！你还是先把你的官司处理好，再阁讲啦。喂，警察先生啊，那呢，这个家暴现行犯就交你好好啊处理啊。我阁有代志，我敢会当先来去无用。哎，多谢。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你给我等来，给我滚！赵警局，我今晚要把你移送地检署，请你好好配合。没有你，加把鬼，你加把鬼，加把鬼，加把鬼啊！我天天上班啦，谢谢啊！哎呦！酸呐、啊，将军。哦，我可惜你安尼真厉害呢，阿公叫你抬个片甲不留。明明就是你伫牛埔给做事好啊，阿公，后一场哦，拜托一下。
下出事了，莫甲安尼偷牛步啊，安尼一点仔拢无好受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可心啊，嗯，你来咧厝诶吼，感觉无聊，啊，想要去倒一间公司上班，你甲阿公讲。阿公名下有真侪间公司，你若想要去倒位啊，我马上就会当予你去倒。我对其他也不了解啊，我敢若会用做食品尔。若是真正要上班，嗯，还是回去一品较关系啊。要回去一品，嗯，迄毋较简单。啊，我随时会当甲俊豪换掉啊，予你去做总经理啊。我无爱，我要做董事长。哦，我你心遮大哦，嘿嘿，无怪你是我海王的金孙呢。阿公，你是啊无爱较早甲我找着，甲你小林正正，我的人生真正有够悲惨的。嗯，啊你唔是有去杨英英甲你鸟英去做千金小姐？哦。啊，是讲你有你可惜婚姻厝的人甲你苦读，是无啦。啊，不过我若是无去你家，就袂拄到将军好迄个笨手，感情路坎坎坷坷。啊，不过凭良心讲啦，罗彦斌对你的伤害是还佫较大哦。无唔对，所以阿公。你敢袂当替我去教死杨小东一家伙啊？我要恨生不如死。哎呀，这冤有头，债有主嘛。你罗彦斌甲你伤害，你唔都爱针对伊才对。啊是讲，你对伊还佫有感情，所以不忍心下手。我。哎，等，陈立伟跟罗安斌来啊！呀，罗安斌，你哪会规身骨拢是伤啊？是谁给你拍的？我。陈立伟，你是起笑啊？我唔那起笑，我搁念讲嘞。我猜当初我遐好心帮助你脱离将军海魔掌哦，啊，真正想袂到你是歹性嘞。我帮助你，顶多害我济人。我若想到这個，就想该巴了。哎，我你即摆是咧创啥？我想要我阿哟，可心即摆是阮党的金孙，我你别卡袂啦。陈议员，啊，你甲罗彦斌来遮，到底是啥物目的？啊，搁甲拍甲半小时，是咧甲我示威哦？是啊，恁这算英雄秀，我只会帮恁做。我都要跟对付啊呢，我妈都对付你。陈一凡是找死哦！我阿公随时能把你拖起来，要信无？啊，唔对，好棒棒啊！啊，恁就是讲我这样子讲，一个人走一下是不是？我甲警察拢讲好势，恁若是敢对我安怎？健康会随冲入，恁若是唔相信，咱试看卖啊！陈一凡，我你到底是变哪啦？无要安怎，甲粪扫再来遮尔啦？何种粪扫，搁是留伫外口，迄是污染环境呢。我若再来遮，互你个先回收啊！啊，你真正不是吓伊吓到要死，搁会流嘴吗？陈一凡，我早班来寻他。可心啊！啊，我即马应该都爱安怎处理罗彦斌？若是讲你对伊还阁有留恋，迄是会当参详的哦。这边哪有可能啊？这个渣男，正经对我这么凶，为着要放死我。竟然想要搞我袂去东南亚，我对伊一点仔留恋拢无。既然你都安尼讲啊吼，阿公都无啥物顾虑啊，起莫急。
哎，蛋姐。何彦斌，你刚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讲？我跟你有什么好讲的？我拄到你啊，真正是我命中的劫数啊！大学时阵咱相爱，最后是你讲要分手的，啊，等我结婚了后，你才来跟我搞搞定。我看你被人欺负，啊，看你可怜，跟你斗三共斗处理，你是安怎报答我的？我对你嘛算是真心一片啊，你是安怎安尼对待我？我这世人到底是欠你偌济？我你一讲煞袂啦！罗彦斌啊，你上好是点点哦，你甲可心害甲钱三都撇，连甲一副死的都无，还佫点仔讲也有诶无诶？罗彦斌，你即马上好是赶紧甲阮分析咧，无得卡，阮阿公阁会当留你一条烂命。我已经啥物拢无啊，恁要安怎？凊彩恁啊！真是有影，若安尼生，我著成全你哦。启墨子，嗨，大姐。可惜呐，你已经吃罗彦斌的亏吃遐尼多啊！你唔通搁伊个花言巧语骗去啊！启墨子，脚手较好个，甲处理较清气个。来，行，你行，行啦，行啦。他们真正要做到这阵，可心啊！伊乎你流目屎，我都会流血；伊伤你的心，我都爱伊命。你爱记阿公一句话：你对别人仁慈，都是对你家己残忍。婚姻敢会得到所有人的祝福？每一对红宝敢会嫁娶到家己相爱迄个人？恩爱誓言敢值得相信？上亲密的伴侣敢会反目成仇？请看《民视最新八点大戏》《爱的荣耀》。